经真以为人生就这样了，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，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，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。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，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，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，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。是鬼迷了心窍也好，是前世的因缘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，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。是命运的安排也好，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，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。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，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，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，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。才回来，这些鸦片都是大伙的血汗钱，就没有一个人看管。我叫你打理生意的，不能叫你领他们花天酒地的。替我找个人，是满洲正黄旗人，叫富察端康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就是把全京城翻过来都要找到他，知道吗？是。其他的人呢？正想告诉你呢，他们被黄麻子给打伤了，正在家里疗伤呢。你们在他赌场闹事？是他们先动手的，还骂我们是不成气候小喽啰。其实啊，他们一点也不给我们方便，不给留面子的。他们从来都看不起我们，在他们地头做买卖，从来一点方便都不给啊。老板，您坐，您坐。酸梅汤，酸梅汤。老板，生意好吗？大哥，酸梅汤不错，我请你喝啊。好，来来，老板。老板真不错啊。富康、张磊，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酸梅汤不错，来一碗吧。我有。今天街上没什么吧？蛮好，今天算不错的。队长，我们要去巡街了。当了这阵子巡警，觉得怎么样啊？很好啊，量体准，再也不用挨饿了。就这么简单吗？本来就是嘛。不过在街上巡逻久了，看了很多不平的事情，没钱的卖儿卖女，有权的包娼包赌。哦，还有啊，我在街上看到很多年纪很小的孩子，居然沦为小偷。我真是希望我能够当个好警察。替天行道，禁恶除奸，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可怜人。只可惜，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待会儿陪我到西珠街走一走。队长，西珠街不是我们的巡逻范围啊。是啊。所以在下班以后，回家换了衣服再去。哦。走。这里没什么看头吧？站住！别跑！你们俩千万不要帮助我！哎呦！你们俩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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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
大人啊！臭小子，这个雄心豹子胆，竟然敢做梁子，你也不打听打听，老子是替谁办事的？好，那你告诉我，你是谁家的狗？怎么，你骂我们是狗啊？你，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小二哥，这是误会。林老板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大不了坐牢嘛。你这样做是姑息养奸，只会苦了你自己，害了你女儿。再说，开赌是违法，他不敢惊动官府的。算了算了，臭小子，虽然我不敢惊动官府，我走到山，你再不滚蛋的话，我就送你去坐牢。多了了，哈哈！你知道我们这位大哥是谁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们是警察。警察？不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呢，原来是个小瘪三。聪明的话，快滚蛋！哎。你打警察？把他们抓回去，队长！队长，队长，你说你怕他怕什么？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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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出来！队长，队长，我该还是走吧。队长。岂有此理！光天化日，逼良为娼，还打警察，简直无法无天！队长，我马上回警察厅，多派点人来抓他们回去。没有用的，就算抓过去又怎么样呢？不到三两天就要放人了，到头来不止白忙一场，还要挨骂。队长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刚刚那伙人主子是谁吗？不知道。他就是全北京城势力最大、名头最响的帮会头子黄麻子。这个人心狠手辣，出手阔绰，很懂得跟官场人打交道。咱们的副区长龙老三就是他的好朋友，所以警察厅啊，没有人敢惹他们的。我的妈呀，难怪他威风成这个样子。哎呀，糟了！那我们刚才那么一搞，会不会把饭碗砸掉了？不知道，希望不会吧。队长，我们去找区长告发他。你要告发哪一个？当然是龙老三了。他身为执法人员，竟然知法犯法，包庇帮会头子胡作非为。凡事要讲证据，你说他包庇黄麻子，证据呢？还用什么证据啊？如果不是他在黄麻子背后撑腰，他那些爪牙敢追打我们警察吗？对啊，没有证据很难动得了他的。弄不好的话，还会招来杀身之祸。啊！你们两个刚刚太冲动了，要不然我也许有机会把黄麻子跟龙老三一网打尽，绳之以法。黄麻子在西珠街有个赌场，我一直在搜集他的证据。刚才为了救你们，跟那些打手交过手了，以后要乔装异服到西珠街搜集罪证就更难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队长，对不起，我们不知道。来，算了，这是命啊，黄麻子的命太好了。队长，你别丧气啊，他跑不掉的。不要再提了。队长，队长，我们可以从长计议，我就不信我们整不垮他们。啊？咱们？你们两个不怕惹祸上身吗？我们不怕。喂，大哥啊，这两个人不好惹，我们不要多管闲事吗？没种，怕你就先回去，我跟队长谈。喂喂，谁说我没种啊？大不了十八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，我舍命陪君子嘛。好，你们果然都是汉子。如果警察厅多几个富康，多几个张磊，北京城的百姓就有福了。走。今天没什么特别案件吧？没有。报告副区长，本区这阵子接二连三出现几宗伤人案，都是跟赌场的放高利贷有关。伤人案件吗？是。这不用你去负责。老大，嘿，
这事由你去处理。是。副局长，那些赌场是不是该多注意一下？什么赌场？我们这一区的赌场不是净个一干二净了吗？副局长，我想您弄错了。我知道在西珠街就有一家赌场。啊，队长，这个人是你的巡官吗？不是。巡长？也不是。姚队长，这是军队长的会议，你干嘛带一个小巡警来胡言乱语？给我滚出去！出去。是。姚队长，你最好检点一下，这里有这里的规矩，你懂不懂？是。别以为你是区长的人就可以瞎讲，你要是犯了错，就是天皇老子也保不住你。对不起，属下资历浅，经验少，希望副局长以后能够多加提点。嗯，散会，散会。队长，队长，您别生气了。你看到了，除了我以外，其他的队长都是龙老三的心腹。我身为纠察队长，连禁赌都做不好，还带着警帽吗？干脆辞职算了。队长，您要是辞职了，京城就少一个正直的警官，你走了的话，这些歹徒就会更胡作非为了。队长，你不能放弃，我们就会支持你，跟这些人斗到底。你真会助我一臂之力？对。咱们第一步想法子先砸掉黄麻子的赌场。队长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想个法子，助队长一臂之力。恩报恩，有仇报仇，是我一贯的做法。他不卖我的账，打伤我的人，我不会让他好过的。黄麻子人不好惹呀，况且他又有龙老三给他撑腰呢。你忘了，我曾经单枪匹马抢他的烟筒。可是黄麻子一直不知道抢烟筒的是你啊。你以为这次我会让他知道吗？聪明的人是不会干傻事的。只有傻瓜才会干傻事。难道真的拿他没办法？大哥，这个大赌场打手多，把风的更多，就跟咱们副区长有联系，生面孔根本没有办法靠近，要砸他太难了吧？不要说那么多丧气话，好好想想法子。有了，怎么了？我们可以找个机灵的人混入赌场里面做我们的内应，等时机成熟了，我们就来个里应外合。机灵人？嗯，本来是我最合适，可惜我现在已经露了脸了。哎，不可惜，我知道有一个人比你还机灵。谁？跟我来。嘿。这样子不太好吧？他利用你探消息，我利用他探消息，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。可是说到底，总是有点那个。哦，那你就保佑他，不要栽在我手上。哎，你怎么不长眼睛呢？你看。不知道是谁没长眼睛，笨蛋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来来来！
大哥，我看你往哪跑。嘿嘿，这下人赃并获了吧？你在说什么？巡警欺负百姓啊！巡警欺负百姓啊！巡警欺负百姓！你省省吧，没有用的。你是个女的。哎，你想怎么样？哎，那女的就不能够撒尿了？我想撒尿，你到底让不让？我啊，去。撒什么尿？要撒那么久啊？我撒尿完了以后还要大便呢，你慢慢等啊。懒驴上磨屎尿多，跑不了的了。方便完了吧？方便完了，跟我回去。哎呦，其实啊，你用不着跟我玩花样，除非你不喜欢欢喜阁，也不要你娘了，否则我一定有法子抓到你。放手啊！喂，我跟你无冤无仇的，你干嘛偏偏跟我过不去啊？外面那么多大奸大恶的人，你不抓，你偏偏抓我，呸！喂，小宝，我就是要抓他们，所以才先抓你的。我需要一个帮手去帮我打老虎。这不是我的主意啊，他希望你将功赎罪，如果你肯干的话，你所犯的罪可以一笔勾销，而且不用坐牢。哦，你们这算是威逼利诱、软硬兼施是不是？不，也可以这么说了。小宝，跟我们一起铲除那些真正的大坏蛋，总比你啊天天迷迷糊糊做龟奴、做小偷有意思多了嘛，对不对？有意思，真的有意思，呸！最有意思的是你不用坐牢了，怎么样，答不答应啊？怎么样啊？好，这个买卖成交了啊。小宝，你答应了。其实这件事情现在没事了吧？我现在不用到警察厅了，现在让开。王八的赌场在那个西出街口啊，这些都不知道怎么在街上混呢。怎么样，他是不是比你更机灵啊？他机灵就不会栽在你手上了。我看他这个人是小事机敏，大事糊涂。哎，这你一定搞错了。他不但是小事机敏，大事也绝不糊涂。我不会看错人的。如果他不行呢，我也不会叫他去送死的。哎呀，走了。我叫我手下追查他的下落，可是一直没有消息。这个富察端康是个很重要的人，所以请你老哥帮个忙，费点心。全京城内外百多万人口，要在里头找人，大海捞针不容易啊。不容易也要找，不要说京城，就算他离了京，踏遍全国18省，也要把他找出来。好，我去办就是了。姚大哥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关于端康的事情，麻烦你了。我答应过你的，一定帮你办好。你放心，我外面人面广，一定可以帮你找到他。其实我自己也在想办法，我想到报馆叫他们登寻人启事。寻人启事？我希望端康能够看见，那么大家就有见面的机会，到时候就不用麻烦你了。这也是个好法子。够不够？姚大哥，你实在对我太好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。别婆婆妈妈的，来，去吧。Oh, my God.
已经好几天了，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你有没有到赌场去帮我查探呢？当然是有了，怎么会没有啊？对嘛，我早说他一定会守诺言的嘛。这几天呢，我到赌场去啊，跟他们混得很熟了，还知道他们不少的秘密呢。哎，他们到底有多少人负责通风报信？他们用的是什么身份？还有，喂，你一口气问这么多问题，我怎么回答你啊？嗯，算了，我现在肚子有一点饿了，请我到饭馆去嘛，我再慢慢的告诉你了。行，走，走走走走，吃饭，哎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大哥，这个地方很不安全，要是被上级追打，我们那伙人发现的话，哎，你怕你先回去。赵元宝说：“从这进去最安全了。”走开吧。犯法当小偷，好，我先打死你为民除害。我不要打，不要打，快走，有种别跑。都是你的，早跟你说过那帮人不好惹的吗？什么是我啊？是赵元宝，他故意整我们，我回去非把他治得服服帖帖的。喂，大哥，大哥！喂，哎呀，放手！我没有骗你嘛，这都是我查探回来的嘛。少废话，哎呀，走！我是没去查探，可是每个赌场都差不多嘛，我怎么知道他与众不同？这不能怪我呀！喂，你只顾着你察言观色，你有没有想过我？啊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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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黄麻子是什么人嘛？我当你们的密探，给知道会没命的，我们小心点好不好？哦，谢谢你提醒我。我差点忘记了，现在跟你关在一块的是个强奸犯。不过呢，如果我没有告诉他你是个女的，我保证他就不会动你。喂喂，你卑鄙啊！你放我出去！你放我出去啊！哎，最后一次机会，放还是不放，全看你自己。吓不倒我的。好，我数到三之后我就出去，里面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可管不着了。一，二，张磊，张磊，张磊，你到哪儿去了？三，张磊，张磊，你救命啊！张磊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哎哎哎，你是谁呀、啊？
我是欢喜阁的闺奴，来伺候九爷跟这位姑娘的。行了行了，留她留她了，让开。哎，姐姐，你去伺候九爷，我呢去试试两把手气啊。好好去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天天赌，天天输，输了什么时候？你不赌不行啊！搞清楚，人家是赌馆呢，我进去不赌，难道说我是专程来探你们的底细来着的，来砸你们的摊子的？那你也用不着赌得那么凶啊！哎呀，你不舍得是不是？不舍得就拉倒了，人家那种地方是赌场，哎，出手不大方一点，你怎么跟人家打交道啊？你小气就算了，我不干了。大哥，小宝说的有道理，反正我们现在查出点眉目，也该是行动的时候嘛，对不对？小宝，坐坐坐坐，钱收着啊，坐坐坐嘛。哎呀，那这么说我的任务完成了啊。哎，小二，哎，再来一斤卤牛肉，一盘熏鱼，再加一只富贵鸡啊。哎，好啊，奶奶。你还吃得下？吃不吃得下无所谓嘛，最重要的是高兴嘛。看来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吃你请的丰盛晚餐了，巡警大哥，你说是不是？嘿嘿，这也很难说，除非你以后不栽在我手上，要不然这种机会还是有的。如果多几次这种机会呀，我看你要破产喽。嘿嘿，要是我破产了，我就想个法子把你拉去坐牢。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你大哥，咱们家和万事兴嘛啊。你胡诌什么呀？谁跟谁是一家人呢？不是吗？哎，客官，卤牛肉来了。啊，好，卤牛肉好，卤牛肉好。哎，来，小宝吃块卤牛肉，这是你最喜欢吃的，吃了好消气啊！哎，来来来。慢点，大哥，文件都找来了。这都是前朝刑部的文件，市警厅听着出来的，都是满清民国交替的时候找出来的。可是因为比较混乱，所以都没有定案，就丢出来了。这些文件我有用。那个姓富查的不是在骚乱的时候失踪了，要让他们找出来。哎，行了，你们出去吧。是，走吧。富查端康，你在哪里呀？先来洗把脸吧。地上堆了这么多公文，我帮你整理一下。好，不用。富察端康，罪犯作乱，杀人抢掠，宣统三年，辛亥12月25日，处决。12月25日，是狗皇帝退位的日子。为什么没画押呢？
斩了没有？到底死了没有？姚大哥，如意，这么早就下班了，我就给您沏茶。如意，什么事？我给你看样东西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看过之后要冷静。什么东西？答应我，一定要保持冷静。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不要再伤心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他不会死的，他不会死的，他是要永远跟我在一起的，他不会死的，他不会死的。你听我说，我不听。如意，我不听你讲，你骗人的，你骗人的。你听我说，我不听你讲，你骗我的，我要自己去找他，我去找他。如意，如意，等等，等等，如意。如意，跟我回去。你放开我，你让我自己去找他。邓康，邓，干嘛你？邓康，对不起。邓康，哎呀，啊，邓康，哎，如意，邓康，邓康，对不起，邓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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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我呀。哎呀，邓康，如意，邓康，如意，邓康，如意，你不要走啊，邓康，你不要走，如意，如意，段康已经死了。如意，如意，如意，你醒了，幸亏老人家都参神去了，要不然准吓坏他们。大夫来看过了，说你只是悲伤过度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我拿药给你喝。你这样不是办法。现在不想喝不要紧，回头再喝吧。你休息，不打搅你了。
冷静！你放开我！不要乱来！你放开我！你这病是我救回来的，我不准你死！你放开我！不要理我！放开我！好！放开我！你要死，谁也挡不住！你死吧！你这个自私不孝的女儿，为了一个男人，连父母都不顾，你不死还有用吗？我不是想骂你，但是我不能见死不救。我知道心爱的人死了很难过，但是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，应该为父母想一想。听我说，好好养身子，来日方长。想不到我费尽心思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到了你们手上，这么快就有结果了。队长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。是啊，这是我们哥俩努力的成果。你们有什么打算？不是啊，队长，你这句话问得很奇怪。你是队长，但由你来打算吗？你们不知道，龙老三不知道从哪得到了风声，知道我要对付他，所以已经开始注意我了。我在明，他在暗，他又是我的上司，他要算计我还不容易吗？队长，那你要小心点。我出岔子不要紧，但是我不甘心。队长，哎，如果大张声势带人砸赌场，会惊动龙老三，如果不被枪支人马，又未必是黄麻子的对手，他这些手下都是亡命之徒，难道让这些狐群狗党胡作非为啊？其实也不是真没办法，不过，哎，算了，我还是再想想其他的好办法吧。不是队长，你尽管说出来听听，我们大家可以参详参详吗？其实我们可以跟龙老三来一招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将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我身上，然后我另外派人行动，那就不会打草惊蛇了。这个法子不错，不过我身边没几个人是可以信赖的，我是怕他们会向龙老三告密啊。队长，如果您不嫌弃我们兄弟才疏学浅的话，这件事就交给我们两个负责好了。哎，不，我不希望你们冒这个险，要是你们两个有什么闪失，那是我队中最大的损失。队长，这是对付黄麻子最好的机会了，您不要错失良机啊。可是队长，为了你，为了京城里的百姓，我们兄弟两个愿意冒这个险，对不对？也是啊。好。哎呦，拜托拜托，你不要叫我再进赌场了。谁跟你开玩笑了？你看我们的枪都发下来了。对对对，我也有，队长发给我们两个的。让我再考虑一下。不要再考虑了，只要我们行动机密，你给我们的情报正确，一定会成功。对，我们商量过了，这一次我们乔装混进去。能够再考虑一下好不好？不要再考虑了，我们立刻行动。张磊，走。行了，走，行动，走。进去。大家都像你手气那么好，天天发财，我们赌场关门大吉嘞。你手风好，天天赢钱，你敢骗我们？关大哥，关大哥，我跟你介绍，他是我们妓院老板娘的老乡好啊。进去。哎，您真行啊，天下有哪样比花女人钱更风流写意的？您真有福气哦。我们进去。哎呀，这一门当中进来的时候，我每次都能大杀四方的。哦，哎，你把骗我们的钱快还给我们！哎呦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嘛！哎，下，保险你会赢钱的。下好了，一手。哎，来，别急啊！你帮我下。来，谢谢。
我第一次来。啊，什么事啊？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咱们往下瞧，看看谁跑不了。张磊，还不报官去？不要动。除了枪法之外，胆色也不错啊。文大哥，那个龙老三一向不把你放在眼里的，我这趟无非想替你出口气，难道我做错了吗？哎，不是不是，因为这个龙老三呢、啊、他当差啊当了十几年了，上面啊一直对他都很信任，这次连我都不知道怎么交代啊。喂，是，是总厅长，总厅长要见你啊。不用怕，有天大的事我来担着。我们只是尽忠职守，如果总厅长怪罪的话，那就太没道理了。小声点，谁知道总厅长和黄麻子有什么关系呢？在这等我。队长，不行啊！我说过了，天大的事由我担着。队长，进来。总厅长，你的胆子可真不小，自行侦破这么大的案子，也不向上级报告一下，这叫做鲁莽越权，强行抓上级，这叫以下犯上，你规定罪名都不轻。其实这件事从策划到行动都是由……说完了，鲁莽越权跟以下犯上都罪不可赦，你敢扯黄麻子的后腿，把那个不成气候的副局长拉下马，简直是大快人心。我这么吓你，你全无惧事。好，很好，警察厅正需要像你这样有胆量有气魄的人才。我们既然当了警察，拿政府的心想，就该好好办事。像黄麻子这样的大害虫，我们早就想把他铲除，只是下面的人阳奉阴违，我也没办法。现在你已经踏出了第一步，以后要好好的干。是，总厅长。好。总厅长，这是我的部下。好，年轻有为，你以后要好好嘉奖。是。队长，总厅长他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他很高兴啊。那就是。以后好好的干呢。嗯，大哥，我敬你一杯，祝贺你升职。你也升职了，我们干一杯。干。活了这么多年了，以前都是混日子，一事无成，现在终于做了一件大事，而且马到成功。哎，好极了，总算知道自己不是个窝囊废。哎呀，看看你这个样子，还是书呆子本色。说好今天是庆功宴，就是吃吃喝喝，不要想什么从前。来，再干一杯。好，干。不对啊，大哥，小宝说要来，怎么到现在还没来？他妈菜都凉了。边喝边等吧。我们来来来，谢谢。来，金虎。喂，老弟，这位置上有人的。你还咬什么地啊？是我。哎，哎，你又搞什么花样啊？花样？我快没命了。啊，小宝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干嘛不问问你们自
己啊，硬要我淌这趟浑水对付这种大黑帮，他们现在要我的命啊。什么？往事还依旧照在我心上。